你也要踏杯，你也要踏杯。对对，那叫做 tangerine 啊，这叫做橘子啊。现场志工教导你正确英语，同时套入近思语，落实生活化。Without practice, it's just empty talk. Empty talk 就是空谈嘛，哈。很棒，因为我一直还会教。这个很赞呐、啊，哎，来来，安、啊。哎，可以随几句就好啊。就好像上人把那个法嘛，就弄在生活当中，你只要去做，那你就会在行法。啊，我们把那个概念融入英文班是一样的道理。把手臂往前拉直，再往上拉高。还有瑜伽老师带领民众做毛巾操，放松筋骨。这样很好啊。怎么说？哎，因为锻炼我们自己身体的骨骼啊。有那个很软，很软，柔软呐、啊。我的筋骨酸痛啊，我感觉我来扭扭的筋较灵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会感觉腰较有力啊。现场书法挥毫制作手工肥皂，都有许多民众参与。哦，手好酸啊！我要用心，不能讲话。高雄静思堂丰富的活动，甚至还有融入环保理念的布袋戏剧情，整场活动都充满寓教于乐。大爱新闻苏娟娟、李道明高雄报道。